我问一下他那些叔叔回去了没有啊？走了，女儿。啊，走了，女儿的。你不要这么亲爸爸，亲爸爸。你们这边别的啊？看不见啊？对。哎，对啊，怎么了嘛？啊！没有没有，你们那边还可以不？还可以吧，好吧，老爸，让他跟我说话嘛，嗯。阿子，我去看病去。我说阿子们说看病去，阿子们你们特别别的。他们回那个啥回去那个啥回去了没有啊？回去了吗？哦，听个不懂啊。那好嘛，那个我等一下再开给你啊，媳妇。你先忙你的嘛啊，哎，我要疯掉了，真的，我都比你们还要着急，哎。等一下，那个啥。这条街，我找过去看一下。哎，要服了。等一下，我找个地方坐着，然后打个电话给王菲，行不行？再打一个电话。行不行？来，现在咱们2800多个人哦，咱们
把这个赞赞给它叠起来啊、哦，然后没关注的关注一下，我找个地方，找个休息的地方，打个电话给王菲，看一下他还接不接我电话。啊，我要疯掉了，真的，真的吵死了，真的。这里是大路，我们这边县城里面总共有三条路，三条都是大路啊，都是有些有一个大路是去这个我们这个市里面的，西沙市里面的，其他的都是去那些镇啊、区啊那些那边的，然后有三条大路，还有几个县城里面也经过我们这边。几个县城也经过我们这边，然后有点闯这个大路，我就找个安静的地方打个电话给王菲啊，行不行？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打个电话给王菲。哦，这。你看这里是个大路，你看车子那个啥多的是。来啊，咱们把这个赞赞点上去，没关注我的关注一下，没有加入这个粉丝灯牌的加入一下粉丝灯牌啊。我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这边吵死了，这边吵得要命啊。吵死了，等一下啊，马上到，我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。来，现在咱们2900个人没点赞的，这个把这个赞赞点上去，给这些送礼物的啊、哦，送礼物的给他们点点关注。行不行？然后没有加入这个粉丝灯牌的加入一下。感谢美丽的草原，感谢余生安好。等一下，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，马上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我打电话给王菲，看一下还他有没有打通。然后我再陆学哥，你有没有在我直播间？你为了怎么样？然后我就连一下陆学哥啊。行不行？我先打个电话给王飞哥。哦，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。这里应该没人了。把这个赞赞点到50万啊！小雪在直播间吗？你打电话给陆师哥，陆师哥，我们两个没有电话啊，我们两个没有电话。再过2分钟应该安静了啊，再给我2分钟，这2分钟咱们先把这个赞赞点上去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嘛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
那陆帅哥，我念你。陆帅哥，你有没有在直播间？陆帅哥，你如果你在直播间的话，过来念我。现在可以了。刚刚吵死了，刚刚就是有一条大路，然后吵死了。陆帅哥，有没有在我直播间？陆帅哥，如果你在我直播间的话，打个再字啊，行不行？然后我连你嘛，行不行？陆帅哥，有没有在我直播间？如果你在我直播间的话，我连你啊。这边应该还可以了吧？我看一下在不在。陆帅哥应该不在，哦，在对不对？那你连麦过来，你连过来嘛。你个混蛋，不看孤僻，脸小小，小小，小小，哎呀。来，小小小小在哪里啊？小小在哪里？小小你如果你在直播间的话，打个再字啊，好不好？小小，如果你在我直播间的话，打个再字。人家张大小姐不可能连我这么一个小小的老虾的，人家是张大小姐，懂不懂？来，在的话打个再字啊，也是你的粉丝嘛，对不对？这些全都是你的粉丝。小小睡觉了。来，直播间3000多个人，打一个字小小连阿 B 啊，小小连麦就可以了。来打小小连麦。他肯定不在。来，如果小小你在直播间的话，你就，打个再字行不行？大活的耳朵呢，你不穿着再打的。小小不在，我们急死了啊！阿美，你们两个有没有联系？我连陆帅哥吧，小小肯定不会连咱们的。